Hello, and welcome to this week's episode of Offbeat On Air. The pandemic has certainly been one of the biggest challenges our city has faced. And on this week's show, we're going to have a look at how the forces work closely with other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fight the virus.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clip.各位同事大家好，我是奥拓各分区警署特遣队主管姚新新督察。今次的训示行动是为今次来紧的RTD行动最后行动前的最后训示。今次的行动呢，就牵涉了不同跨部门的合作的，包括食物及卫生局啦，咁负责聘请私人检测商进行检测同埋化验，民政事务总署同埋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负责统筹同埋筹组今次的行动，房屋署呢负责联络居民啦，同埋做物业管理啦，消防及医疗辅助队喺适当嘅时候提供医疗服务啦，咁当然唔少得警务署就负责入面嘅秩序同埋安全，喺有需要嘅时候都会介入帮助。 大家有冇问题？好，咁大家执齐嘢就埋位啦。围封强检行动需要跨部门嘅携手合作。喺行动进行嘅前一日，相关部门会进行一个事前嘅勘探，讨论目的就系主要讨论行动当日嘅统筹工作。而警方喺入面嘅角色就系确保整个行动安全有序，同埋可以流畅咁进行。确保所有人员了解行动嘅内容。 穿齐足够嘅保护装备，各个部门同埋检测商就会开始设立场地。围封强检行动涉及唔同嘅部门，佢哋各个都有唔同嘅岗位。我系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嘅职员，今日嚟到呢个现场系负责今日嘅围封行动。除咗负责统筹今日嘅行动安排之外，亦都协调唔同嘅部门一齐，希望能够将成个行动顺利完成。 咁我哋呢度咧就系登记处啦，咁所有喺今次围封强检受影响嘅市民咧，都要先去检测站嗰度做检测，咁就再嚟我哋呢个登记处嗰度做登记，咁就再去下一站嗰度攞食物包嘅。呢度咧就系食物包派发处啦，咁当中咧就会包括有食物包嘅派发啦，一啲快速检测包啦，同埋中央政府咧捐赠俾香港市民嘅中药包咁样嘅。我哋系数据中心嘅指挥部，我哋工作系输入检疫居民嘅资料。 入我哋数据库，然后代居民做晒核酸检测之后，承办商就会揾出阳性嘅患者，比对翻我哋数据库嘅资料，从而可以揾到隐性嘅患者，达至社区清零，从而最后达至市民可以回复翻正常嘅生活。与此同时咧，相关人员会分成唔同嘅小队，逐户拍门，提醒市民落楼登记同埋做检测，最后会送予物资俾居民。 物业管理处喺呢次嘅行动入面系充当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嘅，包括适时咁通知居民行动嘅开始、结束以及围封范围等。与此同时咧，亦都好需要悉心咁样解释俾居民听今次行动嘅目的同埋个范围嘅，而亦都可以透过唔同嘅方式咧去通知市民，包括透过一啲居民群组啦，同埋喺大厦度张贴告示同埋清楚嘅指引，而喺等待检测结果嘅途中。 亦都会为市民设立查询热线嘅，负责解答佢哋嘅查询啦，同埋提供相关嘅协助嘅。而当围封强检完成嘅时候，如果市民想离开受限范围，就要展示接受咗检测嘅证明，并且收到一个呈阴性嘅短信，先至可以离开嘅。今次整个围封行动历时超过20小时，总共检测咗两座大厦1075名居民，当中有45名为阳性个案。 相关部门会用最迅速嘅速度护送确诊居民去社区隔离措施，务求佢哋可以得到合适嘅治疗同埋支援。今次嘅整个围封行动之所以可以咁流畅同埋顺利，又赖各个政府部门嘅通力合作，无分日夜咁紧守岗位。希望全香港嘅市民可以继续配合各个政府部门，同心抗疫，每个人行多一步，香港先至可以早日战胜疫情。 Very impressive, I'm sure you will agree. And it clearly goes to show how we must all stand together to fight the virus. That's all for this week. Stay safe. Goodbye. 香港警察嘅 WeChat 官方账号，2022年1月正式推出。你关注咗未啊？你关注咗未啊？